谁啊？说我是来家访的，你信吗？家访？家访？你不去看我爹洗澡，你来看我洗澡，鬼才信呢！不是，我觉得你也不会信，我这告辞了。有刺客，快追！快！哎呀，对不起。他们是来抓你的吧？跟你说话呢。我。我刚才在帮京兆府捉拿贼人，看到贼人入了太尉府，又听到你尖叫一声，我以为你有危险，于是我就进来了。真的？你要是不信，我去跟他们解释清楚。来，解释什么呀？解释孤男寡女现在出去怎么解释？更解释不清。也罢，骑射客的时候你救过我，今天换我救你，我们俩扯平了，如何？也好。仔细搜查，别低头了。你就躲在这个浴桶里，来下去，憋着气，憋着气，憋着气下去。去啊，你就进。不必了，我自有办法出去。啊，刚洗的澡又不臭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刚刚府里进贼人了。啊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赶紧回去睡觉吧。哎，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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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好。不好意思啊，三毛曲艺不精，不过愿赌服输，要不我给大家唱首曲儿吧，行吗？啊！不用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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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必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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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不必了。请唱，继续。唱吧。白泉如镜，天地双且明，云中棋局的胜在素静。雨秀，白泉如镜，天地双且明。四爷，收下我的荷包吧。云中棋局的胜在素静。木叶初夏，洞庭湿烟波，月光折笛，繁声照喧河。坐一下你的位置。你想干什么？是坐一下你的凳子。你我居然是软的，还没有吗？凳子不是应该铺的是？快给我下去！这块儿站。你别逼我！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，你快起来！快给我下去！你快给我下去！桑琴，桑琴，桑琴。如何？如您
所料，桑小姐确实中毒了，可是饭菜用银针试过，并无寒毒之兆啊。没有寒毒之兆，难道真的是？桑心现在如何？桑小姐回府以后一直昏迷不醒，汴京的几大名医都束手无策。温太医，听闻宫中的温太医擅长解毒，快去请他。我也问过了，温太医刚刚出城。出城？备马。是。余兄，当年我没能救下你，这次我绝不能让桑姐有事。撤！撤！阿琴，你千万不要有事。叶某近日遇到几起中毒事件，十分蹊跷。司命驻流年，夜闻随日浅，非是月临从，人还与昼容，栽之人情别。思夜非人在，白石，白石在。将这封信送往南山山庄，快马加鞭。苏小姐，明白公子。盖上。那你别乱动。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端着架子？我是司爷，听话，别动，快。为我这一身风雪。桑小姐她慢点。没事。桑姐，来。我的腿。腿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应该是腿都麻了，不妨事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